非常经典的一首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 And in the meantime, the couple will be going around to take photos with everyone. So everyone, 可以准备一下，要补妆的可以补妆，要先上洗手间的也是可以先上洗手间。我们的新人现在就会到每一桌跟大家一起合照啊。 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渐渐开始长大，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家，过了某个路口，你就会看到。
终于等到你。